我就是你这样子，我警告你，你以后不要割肉，二妹听懂了吗？不是二妹七口嘴巴里面七口说的，我都不相信，知道吗？你不要去割肉，二妹听懂了吗？他以前没有，这我以前没有找这，我以前没有搞到这种视频，什么时候都没有，刚好这几天他放假，你不感觉有点蹊跷吗？不是，你想一想是不是很奇怪的？那你这个不是说关于我的事情，你来直播间4700人，咱们打一波正能量好不好？支持阿伟的所有家人们，打一波正能量好不好？我跟你说这件事情，我会调查清楚，我会问清楚的，知道吧？你不要着急跟我说什么，知道吧？你先不要觉得自己以为各种二妹拍两个视频了就怎么样了？没有，我就会问清楚的，知道吧？我就这样的呀。如果不是我跟你说，不是我提醒你的话，你可能都不知道，一直被蒙在鼓里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也是为了你好，是不是？我也是说帮了你吧。那你为什么要为我好呢？我想问，我们两个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要为我好？是没关系，但是我确实是不是？确实我就是想就是是不是？我姐夫说是不是多个朋友还就是我姐夫跟我说多个敌人还不是多个朋友，是不是？更何况是像你这样的朋友，是不是？我就想跟你交个朋友，就是我们以前的事情就一笔勾销嘛，是不是？以前是我不懂事，但是该承担的我都承担了，是不是？我们就以后就做朋友嘛，然后你能帮就是能扶持我一下就扶持我一下呗，是不是？因为我也是那。千真万确，我不是那种，是不是？如果不是真的，我没必要去，是不是？那个我也，我再问你一遍，你确定是二妹？我确定二妹。哎，二妹是以前我喜欢的女孩。如果说去陷害我喜欢的女孩，我就真的不是人。但是这是事实，我是没办法。所以你这个东西不是开玩笑的哦，你说话要负责任的哦。没，真的确实。你确定以及肯定是二妹，确定是不是？放大你看。反正就是二妹，因为大哥看了，大哥都觉得是，所以刚刚他都不敢给你看，是不是大哥？他都不敢给你看，他觉得也不是。直播间4600人，马上5000人了，家人们，你们说是二妹还是不是二妹？告诉我来，公屏上打出来。但是你不要觉得怎么样，这些事情我都会下来，我都会调查清楚的，知道吧？不是说你两个视频几句话就那个了，知道吧？来，家人们，告诉我是二妹还是不是二妹？你们来告诉我，好吧？不是，他们肯定说不是，他们肯定要包庇二妹，他们一直说是拼图P的。那我如果有那么大本事，我能会拼那种这种？不是，他们包庇二妹干什么呀？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这个事实是什么呀？就是什么呀？对不对，家人们？没必要，是不是？事实就是，哎，这是为了阿伟好的嘛？是不是？我也是为了阿伟好。如果是这件事情以后才让阿伟知道，你们想象一下，那个时候就受到的伤害会更大的，对不对？你们如果说为了阿伟好，真的你们不要，是不是？你看粉丝都说不是二妹，第一我跟你说啊，这件事情虽然现在没有什么其他事哦，就只是他们两个在一起那个就是走走路啊，或者在那儿坐着、那种，没有别的啊、但是呢我告诉你，这些事情是说话要负责任的，知道吧？你要搞清楚，要了解清楚。那我这样跟你说，是这样的，如果他真的是去跟朋友一起玩了，他只是跑的朋友的话，他为什么要骗你说他在家里面？他说他一直没出去呢。你不管这个，你不管，你不要乱说。那我都这样说你，哎，但是你要想一下，真的有点蹊跷，奇怪的很的。所以说这件事情，就是你想一下。我跟你说，有些东西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知道吧？你不确定的事情，你就不要拿来跟我说。我不是空口白话呀，我这是有这个东西的，你看到了呀，是不是？是吧，伟哥？像我以前是以前，虽然我以前做事风格有点那种，但是这个我确实有东西啊。我家人们，我会为二妹的哦，我。你昨天问了吗？你昨天问了，他说他没出去，那你还是一样的。他今天肯，你今天去问他，他还是说他没出去，他肯定不承认了。但是这个东西都在这，他我也不知道。
就是你自己。阿伟，你不要管了，这个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的。黄某，昨天的该事情你就不要这些事情你不要去跟着我。我跟你说，我再跟你说一遍。能大哥你，大哥你去吗？然后下来以后哎，该怎么我们会调查的，这个事情你就不要管。但是到时候如果我查到了不是真的或者是什么的，那么这个后果自己的承担。我承，对，我承担，我承担。你不是小孩子，你应该这些东西你应该躲。对，我对我承担，对，可以。来打一波正能量，家人们！直播间4800人，打一波正能量，家人们！支持二位的打一波正能量。啊，我觉得我相信二妹，还是那句话，我相信二妹啊。但是我跟你说啊，今天你过来的目的，你对我有要求，我对你也有要求，知道吧？你首先可以、就是、下来，我会调查清楚，如果这些不是真相的话，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知道吧？而且。你最这两天你发这些视频到群里，这些我跟你说匪师妹对二妹的这个那种什么的啊，你这是对影响二妹的人设，你知道吧？没有，我跟你说，我会跟你那个啥的你搞清楚。但是我是真的为你好呀，我是说跟伟哥交个朋友我才这样的，不然的话我没必要，是不是？这件事情跟我没关系，我不是我想问你，你为什么要为我好呢？你不是很恨我吗？为什么为我好呢？你说一下。没有，你跟你结仇有什么好处啊？对不对？我们是做朋友嘛，是不是？你不是以前很讨厌我吗？对吧？你一直跟我抢二妹，你是干嘛的？说你喜欢二妹怎么的？对吧？我现在又不喜欢二妹了呀。你现在为什么不喜欢二妹了？你也看到了，那我怎么喜欢嘛？那我是不是？他以前跟你在一起，是不是你？还好吗？那现在你看又来了一个，那我你不要说这些啊！你不要说这些，你到底是带着什么目的来的？你直接跟我们说，咱们都不是小孩子，对不对？咱们都是成年人，都是赌的。那现在你看，你到底是你姐姐拍过来的，是姐夫拍过来的，是你是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目的跟我们说了？你不要去搞这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下来我们该怎么对不对？哎，你就啊，大哥，你听我说，是这样的，以前啊，确实我是喜欢二妹，我才来的这里，是吧？但是现在你也看到，那现在二妹我不喜欢她了呀，她都这个样子了，那我没必要跟你计较什么了呀，我也没必要跟你一直吵下去了，是不是？我们完全可以做朋友了，因为我跟你吵啥呢，对不对？是这样的，但是二妹确实，哎，我没想到，你知道吗？没想到，但我现在又不喜欢二妹，所以说我们俩之间也没什么没有必要可以说的，没必要吵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就做朋友嘛。那我姐夫也跟我说了，他说，男人在外面的话是，要多个朋友，是不是？是不是多个朋友好，越多越好嘛？更何况是像你这样的朋友，是不是？所以说我就想让你知道一下，清楚一下，不管怎么说，你也算是欠我一个人情嘛，我让你了解了，对不对？不然的话，你一直被蒙在鼓里，到时候你再过个七八个月、几年、两年的，你才知道的话。你是有多委屈啊？是不是？作为男人，我都知道。我不可能跟你交朋友的，我都说了，你也好，你姐夫也好，你姐姐也好，知道吧？因为你们人皮三观不正、哎。以前是以前嘛，以前我跟你对着干是因为二妹，那现在我又不喜欢二妹了，那我没必要跟你对着干了呀。所以说我没必要说去诬陷你什么的，就是，是吧？这有东西啊，你。大哥刚刚也看到了，让大哥都不敢给你看，他说不敢给你看，其实大哥已经看得出来，是不是？我大哥，你不要跟我说这些，你到底是什么目的呢？不是，不要在这里胡闹了，知道吧？你这骗小孩子是吧？没有，如果他说你不要相信他，我不知道他是他姐夫搞的还是谁搞的，肯定是带着目的来的。没有，前面的话我没有想说来告诉你们呀，我姐夫，但是后面我跟我姐姐说了一下。让我姐姐跟我姐夫说了，然后我姐夫就给我支个招，他说是不是在外面你多个敌人还不如多个朋友，他说过来告诉你，是不是？然后反正我这个我没必要说是去怎么样对你，是不是？骗你干啥？我跟我没关系啊，是不是？对我又没什么好处，是不是？最多就是说我们可以，是不是？我就想着跟你交个朋友。我跟你说啊，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会常清楚的，我希望你以后不要跟着二妹。我不跟着的，我不跟着。不要去偷拍她什么，这是啊，跟你打了招呼了，好吧？但是现在的话，是不是如果不是我的话，你们也不会去，是不是？注意到，可能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的。所以说我也算是帮了你一把嘛，对不对？是吧，也算是吧。但是你要调查清楚啊，如果到时候，那我们俩打个赌好不好，如果到时候 是真的是二妹，是不是你就算欠我一个人情嘛，是不是啊？你相信二妹，你有什么不敢的，是不是？是不是你相信二妹的嘛，那你就敢跟我打赌嘛，敢不敢嘛？你敢不敢跟我赌？那肯定，那我这全肯定就是我，你看视频都有。我不相信啊，家人们，我不相信这个黄毛说的啊，我不相信。我们自家的事情你不用你管，也不用你参与，知道吧？你赶紧去，爱哪里难困哪里，带着去吧。你说完没有？你说完就走了。最后说一次，我指出三个点，我如果这三个点我说你还是不信，我也没办法，好吧？你们等会儿你慢慢唱。第一，他刚刚好就是说在放假，他没在上班的时候，没在你就是没在公司的时候被我。就是我整到这支视频，是不是？然后后面第二一个，他说他没出去，但是那我这些视频哪来的呀？这不合理啊，他肯定是在隐瞒什么，是不是？第三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两个人同床共枕结了婚的都可能出事，那更何况你们只是现在这个关系，是不是？所以说你要相信我，真的，我没必要说，对我没什么好处，只是说想着，哎，跟你说一下，不要到时候是不是？到时候你跟他感情深了之后，是不是？到时候才知道你可能就要收车费了。真的，我是说实话。妈，大哥是不是这个道理吧？是不是？确实有点蹊跷了呀。我不敢相信啊，家人们，我不敢相信是二妹，家人们，我不敢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我永远都不相信，家人们。不是，哎，视频我，那我再看一次来。那我给你看。你看不清楚，你放大一点。你看那个五官，虽然只拍到侧脸，但是那个五官你完完全全看得出来。你看这下面还有个酒店，那个玻璃上是有个酒店。有说干啥呀？哦呦，你看，你可以放大一点。太夸张了吧，这个。那男的去摸他的腿，你看到没有？跑到酒店来干嘛呀？这。伟哥，没事没事。不是，有说干啥呀？哦呦。我不敢进去拍，因为我怕他们发现，我只能隔得远一点。太夸张了吧，这个。眼睛看得清楚的。这。是不是？看好没有？看好就走了。不是我。没事没事我。你不要。你不要在这里，我们不是你的长生小孩，你走了，真的，我这个事情以后你不要去搞这些事情，知道吗？那你查一下，真的，大哥，查不查不管的事啊，这人的私事不管的事，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不管的事啊。那我先回去吧，他伟哥情绪有点不对的，真的我，回。可能不会的，你不要去相信那个黄毛，这怎么可能嘛？阿妹是什么？咱们自己了解的。阿妹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嘛？家人们，你们说对不对？来，对了，打个对。黄毛可能是后面有人指使了，他也做不了这些事情了，他也不会搞了，后面肯定是有人帮他做的。你不能相信黄毛，知道吗？你相信黄毛了，他就高兴了。
他就达到他的目的了，他就高兴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的。我问了二妹的，她说她没有出去，没有出去玩，她在家里面修行，她不太舒服，在家里面修行，所以那个不可能是二妹的。二妹怎么可能搞这种事情嘛？咱们是有感情的，你知道吗？我们从大年时认识二妹，一直住到她外婆家，一直住到她家，还给我们宰猪宰羊的。咱们是有感情的嘛？她怎么可能？她这边人生地不熟的，她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嘛？啊，你别说了，你别听黄毛瞎说。我不敢相信是真的。这不可能的。来，直播间五千个人打一波智能量来，家人们，给我打一波智能量来。你看咱们爸咱们妈，就是对他多么好了，你知道吗？他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嘛？不可能的，你不要去相信黄某，可能黄某可能是他姐夫或者谁那在后面指使的。从明天开始啊，明天开始我会给查清楚的，这些东西不要去相信黄毛，不要去看黄毛的东西。但是你不要去问二妹，这样的话你去问二妹的话会杀到她的，知道吧？我不问她怎么清楚呢？这个事情，我来调查，下来我来去，你就放心吧，不要去相信那些。打一波智能量了，家人们，打一波智能量。家人们，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家人们，咱们阿妹不会做出这种事来的。咱们要相信阿妹，对不对？不要相信黄毛。阿妹如果真的有什么想法，他会给你说，他不会是做这种事的人。阿妹人家那么单纯的一个小女孩，怎么会这样呢？你要相信阿妹，你不要相信黄毛。家人们，你们相不相信阿妹？你们自己说，你们相不相信阿妹？相信的打个相信。对，咱们要相信阿妹，对不对？阿妹跟咱们一起走了那么久了，咱们这个感情不是说啊。对不对，家人们？你们说对不对？如果二妹是这种人啊，她有这种想法的话，怎么可能和我们走到那么久呢？是不是？一直都是你们知道的，农村里面走到这里来。家人们，这个事情啊，明天早上开始啊，问二妹的事情呢，也我会去问的。你就不要管，你就不要去问二妹。到时候你要去问这些二妹的话，二妹会，到时候会杀到二妹的。好奇怪啊！